上却有这个，哦，就是是不是长尾巴的那种？不一定，长山雀那个是兽带才有长尾巴。山雀通常翅膀。这边的意思，不要太湿。嘴巴，这种山雀很小只，眼睛在嘴巴的正后面。黑眼珠给它画大一点，比较有精神。它要画老鹰的时候，黑眼珠要很小，才会够凶。这里要鼓鼓的哈，它是圆咚咚的哈。脚在这一段的后三分之一的地方，在这个地方，腿肚啊，还不压不匀。浓淡，会更有羽毛的，要画这个都要画湿湿的，才会有羽毛的感觉。你上次画得太干了，就这样，上面一笔，下面一笔，留一个眼睛的位置。翅膀，再沾更黑哈。短短的，这个鸟是，短的，要对，尾巴的位置要画对。两只都在讲话，嘴巴都是开的。那个白白的点，尽量向着另外一只，两只要有互动。从这个地方。这里鼓起来，然后再接，这个尾巴，好像山区就是 A V 对啊那样，不一对。样，
对，在这里。我就要先把基本运笔画。那我通常不会让它的姿态是正正的。哦。是会向着里面，嗯、向着里面。嗯。侧面有碰水啊，嗯，就沾了颜料，然后碰水。纸袋，一样要回来补颜料。很富贵，好漂亮啊！嗯，很富贵，对啊，很富贵，真的，好香哦，好好。嗯，中心。哦。是嫩的芽。好像节骨眼都会有一些嫩叶哈、啊。嗯，这里
老师就是屁股，就是我们看到屁股就对了啦。对啊。嗯。看到背面，不是屁股。形有出来，这是背面。嗯，有。一样，一个花瓣，一个花瓣都要记得补浓的。嗯。两朵的姿态不一样，不一样哈。这个加这个的时候小心一点，才不会有同学跟我说人家陈老师都没有这样加。两组可以换不同色调的，这个不沾墨，这个有沾墨。这才有变化，嗯，这个整有深有浅啊，嗯，这个整幅都一样，其实形画的画的不错的时候，花心连点都不用点，就很还是不用点啊，他画这个很好看啊。这重的。太让他
不是一个直直的，然后转过来，然后补另外一边。嗯。它是接在一起的，然后它是接牢。可以的话就是这样画，然后来画，这样才会有变化哈。嗯。而且这个时候。更干更好画、嗯，嗯，这个会有结节，再交代一下。嗯。看一下，不要这边那么多叶子啊，这边也是对在一起，嗯，高低有高低，然后一二三，后面一根。嗯。飞向这边。嗯。这样子啊。嗯。
金。中奖。他这两笔就要写练书法了。不要全部遮掉。短一点。比较短。画孔雀的时候，也需要用这个。对，很漂亮。那以前古代人是用什么做彩色的啊？有啊，有这个。用植物做的吗？对。站在那上面。这个不是主景，这只是配角。所以不能太重。不需要画得很清楚，知道它是站在一块石头上。有交代他站在一个石头上就好了。他不是不需要画浓浓。这种画山水叫做虎批。这样就像了。画石头就要干干的。